Hello， 我是乌龟，今天要跟各位带来一场由自嗨所打出来的九本天女天蓝武神流的三星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回放。这个阵型可以直接引得到援军，自嗨他直接在四点的外侧用一只野猪将援军给引出来，接着在六点的地方下出了天女，那要配合双毒来解决对方的援军。我们注意一下，这只女王的等级是只有八级而已哦，我们还是可以不需要使用女王的技能，只要双毒下得好，就可以完美的解决掉对方的龙球援军，这非常值得大家做参考。谁说等级低的女王不能玩天女？不但可以玩天女，还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龙球援军，非常漂亮。接着在九点的外侧下出了天使蓝胖的部队帮忙做清边，那六点跟九点的边清干净之后，主力部队就可以从七点的地方稳稳的打进去。七点这边先下了蛮王，接着后面跟上了武神，现在武神就可以直接配合狂暴法术，直接往阵型的中间砍进去，解决掉对方的女王。好，现在武神进去了，而且蓝胖也已经走进去了，哇，这真是太完美了。所有的部队走到阵型的最中间的时候，这边再丢了第二罐狂暴，现在蓝胖是狂暴的，武神也是狂暴，后面还有狂暴的帮忙补血的天使，哇，所以光是这个狂暴的补血天使就已经让蓝胖多存活了好久，而多存活下来的蓝胖就已经帮忙秒掉了非常多的防御建筑，所以我们看到一瞬间这个阵型的中间就被掏空了，我们的双王都还活下来，而且呢技能都还没有开，非常的厉害啊。这两个等级不高的双王，十级的蛮王以及八级的女王，就可以这么漂亮的拿下这场九本的三星，用的是天女天蓝武神流，非常漂亮，相当精彩。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见，拜拜。